开始先当垃圾，哦，一开始先把垃圾延展开来。那如果 OK 的话，我们变荡秋千，荡秋千。这太极拳的其中有一个要点叫动荡荡动均可以间断的，好，出自于在那个红云结案的那个里的，那个章节里面，它是这样写。动是一定，就因为荡，荡又不接动，动荡荡动，两者之间绝不可以间断。第三个层次，想流水式，往上高山，往下流水。这动作跟甩手不太一样的是，你要保持美人手，不能有这个动作，不能有这个动作，美人手啊。流水流下来，它主要是在练松跟柔的内劲，松柔。当然，脚也是会接到的，一下松柔沉，小腿要有拉到腿中去，肩膀会拉开来这样子，松脚活动一下。从健康养生来讲，如果你可以，周遭朋友有什么高血压，低血压的人就加入这一招，高山流水式。他做就强迫做十分钟，他休息十分钟。你做之前两分钟，之后两分钟。很明显就是那种高血压，对。我学里面他就讲说，你接触点都是要柔的，松跟柔，松跟柔，自己也是松柔，接触到他的也是跟松跟柔。他太老师在吗？比方他太老师部分这个位置，对，松柔。粘的时候流体式，流体式啊，我们粘的时候都是流体式，轻与柔啊。那当然也有可能说，阿泰老师轻轻最错的，那我撑一下，稍微撑一下，流体式，那稍微撑一下，那往前撑嘛，往前撑一下，流体式，那我们接触点都是什么，轻跟柔。哦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看往前撑，我也往前撑，那我们两个拼命。看往前撑，带一下，往上，流水式，往下，往左，往侧，无限的，没有方向空间。但是练的时候，练的时候，提起来，往下，提起来，往下，提起来，不能甩了，甩就没有力，甩的话就变用力了，这不是用劲吗？那我们的劲是走的劲，起来的时候高山，下来的时候流水，好像那个洗澡的那种感觉，更有效。手都是这样，很轻很轻很轻。那最怕就是开始我们在训练的时候，没有关系，你就先当拉筋嘛。第一个阶段先当拉筋，第二个阶段你要把它先变成荡秋千。荡秋千，你的肩膀啊脚啊，好像帮你上油一样。好，第三个阶段你才能去想放松流水，流水式不能有那种，我们这个要力多一，不行，不能有力多一，轻轻的流水下来，这样子，先简单，重心立定时两脚解放宽，双手开，再合，重心到左花，轴心向左转，重心到右花，轴心向右转，移，转。移转，今天主要就是他从原理跟你讲，就是上医医未病啊，预防医学啦，上医医未病是妙药，就是中医的理论。再来才跟你讲说，能使子气得消，它的道理在能使子气得消。接下来才跟你讲技术操作，技术操作你要记得中正放松、水疗转动这三个先背下来。中正放松、水疗转动，身体保持中正啊。然后肩膀放松，乃至全身放松，接着叫随腰胯转动，随腰胯转动，移跟转就是移跟转。好，那各位注意有一点，就是说，不要屁股这样子移到最外侧，这样转的话，你的膝盖就扭到了。不要转到最外侧，也不要移到什么太后脚跟啊，前脚趾都不要。落胯，涌泉就是涌泉，膝盖不能动，轴心向右转。移动，轴心向左转，这个腰胯要转动，腰胯要转动。
再落花。
右边捋，左边捋，右边捋，左边捋，撞拳，肩膀放松，敲锤走，敲锤走，变成流体。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多做这种无限的能量哈，你的气劲就会越增强。我们太极拳这几个动作有几个，像雄鸡有没有，都是画横的八字形嘛，对不对？双鲤有没有，又是横的八字形。就连你这个撞拳也是八字形，都是做这种无限的啊。敲锤肘，敲锤肘，敲锤肘，转圈圈。没有受到这个方向的限制。自己自转一圈。找到一条中线，跨左脚收右脚，跨右脚收左脚，左边，右边。左边右，接下来打拳右，左右，左右，打平行度，吸气缩小呼吸前面，呼气吸成丹田，吸气缩小呼吸前面，呼气吸成丹田，第三次缩小呼吸前面。这就是所谓含胸八位的含胸，事实上不是把胸部含起来，事实上是放松，是松胸。丹田呼吸是往内收再往上，方向是竖，是立体的。再往下，它是由下往上，再下。吸气的时候收小腹，气贴背，贴背贴到至少到想象到我们的夹脊这样子，然后再往下吸成丹田，双手开。气深昆仑到喉底，再往下吐气，气沉丹田，平分秋色，吸气，缩小呼吸天背，吐气，气沉丹田，十字双开，吸气，缩小呼吸天背，呼，好吸，再呼，降心下气。吸，中流砥柱，吐气，气沉丹田，回弯腰，吸气，缩小呼吸天背，绕耳朵，耳后伸弓，气沉丹田，吸气，缩小呼吸天背，托举日轮，呼，往后仰直鼻高，吸，呼。左龙回头，吸气，微微缩小腹肌贴背，吐气，气沉丹田，转正。右龙回头，吸气，微微缩小腹肌贴背，呼，再转正，气沉丹田，吸，五指一伸，再往下，呼，十字手，左托天式，吸，微微缩小腹肌贴背，呼。气沉丹田，吸，回弯腰，缩小呼吸，贴背，呼，吸，妙手翻天，呼，再次，再翻一次，吸，龙盘五句，呼，龙是脊椎，老虎是骨盆，好，再扣脚，吸，返本归元，呼。一个就是说太拳不动手，到你是拳式的时候，就是起跟在脚发育拳组长，你要使用你手指，由脚步到手都是完整性，它讲说这个逻辑的连贯性是这样，要全身出动，承接最走，重要做每人手，除了起式完了以后，其他的拳都是每人手，再什么松胸啊，拔背啊，那膝盖不要超过时间穴，脚背时间穴，预备式不做。凝聚后松开，往下沉，坐下来，吸，沉，呼，吸，沉，呼，重心到左髋，抱球，重心到右髋，再落下来，上步，左臀，转身后脚，再落髋。上右红，转身后。
声。掉手，开步，单边式，提手上式，收，肩靠，再落花，白各亮式，转身，楼梯好步。用前后脚离地，原地落下，手挥地爬，再次揉膝咬关，后坐，八难锤，如风似雨，十字手。Yeah.